心怀各处双知，或属你一话不业界。至此元寿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们全行新老员工团聚一堂，挥别旧岁，喜迎新岁，标彰双县，畅想未来。在此预祝晚会圆满成功，2017农商之春请元宵暨双仙表彰仪式现在开始。站在这如诗的春风里，我要大声地告诉世界，临沂农商的春天已经到来。今天当我们站在这广袤的古寻大地上，我要大声地告诉蓝天，临沂农商的发展机遇已经到来。机遇和挑战同在，发展与风险共存，让我们从新的起点上跃起，乘风破浪，扬帆远航。大幕已经拉开，锣鼓已经敲响，让我们带着喜庆，带着向往，一同走进这场农商人演农商，农商人唱农商的欢乐之中。下面请欣赏七级之行选送的小品翻身。人念错着就要吃饭呀，娘我我我张奎早找父亲白天不见回来，我学着我父亲错错错错他走错去。你们这国家政策就是好，月月都能领着这个低保款，过年了还给家里发的这样年货，不说回屋过年。哎，翻身妈，你这累没空做饭呢？哎呀，我把我饭都做好个过过，白天不见你回来，我要屋里凑凑。走，这不是人家放啥东西啊，都俺自己了。啊，咱回走啊。啊，人家风错了。爹，你翻身上回跟我领导写的为了应助计划，我的领导看了，觉得可行性很强，决定给予资金支持。这不。今天我就是给他办贷款手续来了。
贷款手续只等你急，我的领导刚批完我就给你拿过来，看这是合同，你好好看一下哈。对啊，叫我好好看看。临沂农商银行不农贷。对啊对啊，叫我先搜一搜。哎，你坐吧，你急忙忙的给你送手续，你放错手机呢，跟着说。咦，你不知道这是年年轻人发来叫在一起过福年。呀，敬业福是吗？啊，敬业福啊，多人扫都扫不下来，看来你今年运气很好呀。确实。樊婶，咱这贷款手续就办完了哈，你后边把你的卡和身份证拿下柜台上就能取钱了哈。这就办完了，真的快。放了点东西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我先挂了。哎，老崔，老崔，一到这正月啊，他就抽出时间，你说我旅游去了，叫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哎呀，这还说给人家老崔送钱，这我媳妇又打电话了，人家我给他送钱，中间都说你要旅游了，这钱没该没好好做弄了，干脆啊，我先用老崔的钱定他，啊，先把这关给他过去。这个不一样了，老公，这钱从哪来？这刚发了年终奖金，给你放好。哎呀，有钱了。
那绿油了。老公，你的这农商银行该支撑着以后是不是发展是越来越好了？对对了嘛，我在那基本上都达到二级了。哎，你吃人家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上我上业务啊，马上做好转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我也不是很爱钱，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嘛。哎呀，一张两张三张，哎呀，这怎么还有个字字呢？一点小意思，轻小呢？咱这是可护送哈吧？
获得现代管理先进支行的单位有七级支行、合欢支行、西张吴支行。掌声有请获奖单位上台领奖，有请临沂农商行监事长黄社教、常务副行长姚礼上台颁奖，掌声有请。马大妈，哎呀，不喝了不喝了，今天是外面的风这么大，把咱养鸡场给刮塌了。呀，你还生了不少气。呀，这个。我心里轻摇。
在枪声烈火冲冲冲的咆哮声震荡整个世界。荣获2016年度先进支行的等有牛肚支行、七级支行、城关支行、北城支行、北景支行、三管支行以及大研支行。荣获先进部室的有三农服务部、科技信息部、综合办公室、信贷管理部、安全保卫部、风险合规部。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单位上台领奖。同时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运城市联社党委成员、副主任黄三良同志上台颁奖。打这大过年的，人家屋热热闹闹、团团圆圆，我屋冷冷清清，没有一点人气。哦，对，就是，楼上行行长，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刚才在屋吗？我是刚才媳妇。啊。意思。我刚才给你打电话。楼上行行长。嗯，好好好，欢迎欢迎，行长请进。哎，行长，哎，哥们，你好，你好，呀，听着你过来，我赶紧就爬过来了。哎，哎，我是爬过来，你是从旁上爬起来，我是爬过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行长，这不是激动的吗？行长，冬天你来本市托，我这个赶紧过来迎接你来教会的了。哎呀，你瞅你这还油嘴滑舌，多听听你媳妇说比说都强。呀，你就不照着，我这老婆她没文化。他不会学好话，没有好念头，我才不接他来的。大家瞅见说还出口成事，说看没见山。现在我养父就很挣钱，是吗？咱农商行给伢提供资金，这不，我一个来，你带了说养殖相关资料。家没有钱，也没有起富，现在你们农商行来了，我们也就有了盼头了。对，有盼头。那是2015年的岁末，尽管台历还没翻完最后一张，可我们心中早已是狂涛激荡。那是新旧交替的时刻，尽管已经接近终点，可似乎又听见新的起点上发令枪响。那是春天将要来临，尽管枝头蓓蕾即将绽放，可时不时的又降下一层寒霜。那是面对2015年的收获，尽管硕果满怀，可未来的航程还是狂风巨浪。2016年呢，金融竞争更加激烈，经济运行持续低迷，这一切是年轻的农商行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量。一方面，新的银行还未曾经受过几多大浪淘沙；另一方面，它又面临着如何适应下行压力的彷徨。当时，临沂乃至整个河东的人都在关注着。当时涑水乃至整个峨眉都在注视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当时所有的农商人都在默默地思索着良策。当时几乎所有领导成员的房间凌晨还闪烁着灯光。于是一声声新的进军号吹响，于是一场新的战斗摆开战场，于是董事会风来雨去，寻迹问策，运筹帷幄，于是所有的农商人都秣马厉兵，摩拳擦掌。临沂农商人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铁军。历史再一次证明，不论再大的艰难险阻，我们都在搏击中远航。在搏击中远航，在搏击中荣光，在搏击中前进，在搏击中破浪，在搏击中远航，在搏击中荣光，在
在搏击中前进，在搏击中破浪。我们坚信，在2017这崭新的一年中，农商人将乘胜追击，搏击上海，扬帆远航。朋友们，明年再见。朋友们。